教师教小朋友唱族语歌曲，每位孩子们朗朗上口，让语言从娱乐中扎根学习。这是台东南王国小附设幼儿园办理沉浸式族语课程，摆脱以往传统分科教学方式，透过教育部国幼班巡回团队协助规划族语文化学习区，找出族语课程融入主题教学的方式。我们怎么利用节庆，怎么利用传统文化融入到孩子日常的生活里面，融入到我们的课程主题里面，这些在辅导老师方面都是给我们很多的资源。确实这样子的计划这样下来之后，这个学期这样跟族语老师配合过后，我们觉得这样的方法是对族语课程也还有文化课程是比较有帮助的。辅导老师进班之后，他在给我们环境上的规划有给我们很大的协助跟资源。那在学习区方面呢，我们本来是语文角，那我们现在也是融入族语，然后我们把它更改为文化角，就是有放入一些卑南族传统文物的部分。这是教育部支持服务辅导计划，104学年度共提供520班巡回辅导机制，透过20位巡回辅导员以及22位巡回辅导教授，协助陪伴与专业支持在地文化及学习需求的课程，稳定教保品质。原住民族地区其实它有很多在地的文化，所以对于这些教保服务人员，怎么样就地取材，用在地的素材来当成他课程跟教学的一个工具啊、哦。那我们的教保我们的巡回辅导员跟巡回辅导教授在这个部分也会给予协助，不只陪伴他们，同时也对于他们的专业的部分可以有所支持。那我想整体加惠的就是我们整体偏乡的孩子们的教保服务品质。教育部从93学年度开始在离岛三县三乡设置国幼班，隔年纳入54个原住民族乡镇市地区，就开始展开巡回计划。目前走过10个学年度，站在幼教第一线的教师们都认同这样的计划，但也期许能结合更多在地生态、产业、文化等等面向，让幼儿在丰富多元的教学环境成长。记者怎么这么露露，高早不一样，台北市、台东市采访报道。